想问一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嘉义。布袋的好美女航空。这为什么会走到这边来啊？杏鲍菇，我不好。你讲的多打开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兵，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你从哪里来，我去那里玩。暑假是旅行的最好时机，不过普通旅行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尝试一种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旅行方式，我们就立刻示范给大家看喽。想问一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嘉义。好的，那么第三就要去嘉义哦。从来没有去过嘉义，我想吃鸡肉饭。所以这就是你从哪里来，我去那里玩的执行方式。从主要城市娱乐到三餐呢，我们都要跟从路人的回答去执行。天哪，我们三个人每次出去玩都会缜密的安排好行程，第一次玩那么大哎。那现在呢是9:05，不知道明天会几点到家哎。那我们就出发去嘉义喽 ，Start。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是哪？有爱护。怎么写？可以写给我看吗？那我们要从嘉义再去台南住。啊，有爱，有爱，有爱护。今天晚上三位的话还会有房间吗？啊，没有了，好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要再去问另外一个人了。洛克商旅。5 minutes later。今天没有房间了。天哪，我们要退房了，没有房间。哎呀，哎呀。拉波鸭肉面。我其实以为我会吃鸡肉饭，然后结果刚刚那个人推荐鸭肉饭 ，CP 值蛮高，便宜对不对？而且真的是超窄的。台南店名叫鸭肉面，只有我点鸭肉面。他的贡丸汤跟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。嗯，我刚才喝酒，而且还有三个贡丸，25块。这个昆明菜好好吃哦，我的饭好好吃，饭那个汁，那个汁融入饭超好吃的，好好吃。这个是大碗的，40块。老板又抓蛋了。它里面是包冰淇淋吗？就是、不是，就是芋头而已。Oh my god， 不会很浓，蛋卷味比较香。那你们觉得 OK 吗 ？CP 值？大概。我想要一支翡翠柠檬冰棒，好吃吗？吃起来是哈密瓜的味道，冰的哦。
叶绿素，可以帮我写下来吗？哎，叶绿素是植物，那个叶光头植物，光头中有人，哎，他又不是那个植物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去吧，因为他有房间。没有订到了吗？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饭店，是厕所，啊，是淋浴的，牙刷、毛巾、拖鞋、冰箱，嗯，什么都有。等等，还有挂衣服的地方，很干净的感觉，呼呼。这个锅是帕恰狗，是大狗，哎，大狗不是第一名的，对啊，我要那个大眼猫，哦，你太强了吧，啊，怎么会变成黑名单？
进去怪山顶中做那个竹筏，体验那个养客人家。哇！5 minutes later， 打电话说那个船可不可以开到外山顶洲，然后结果船家就说都没有啊。外山顶洲我想去挖蛤蜊，蛤蜊可是一个礼拜一，所以比较少客人啊。好吧。我们要把今天所有的行程以接力的方式画出四个漫画，然后放到 IG 上。天才小画家要大展一手咯。这台 Galaxy Tab S8 Plus 有附赠 S Pen 可以跨装置使用，手机还可以用来当做调色盆哦。那天才小画家你就当第一棒喽。啊，可是我已经忘了第一个地点长怎样哎，我可以开多重视窗用 Google 和下部偷看一下吗？咻，牙齿，牙齿，蓝色，小小冰的吊带，你不要。我不要放到三点了。我们第二个点是去这里阿鲁卤肉饭。怎么会有个牙？啊！哦，这台很轻薄哎，这个屏幕真的很大，画画很方便。对，很喜欢这样，为什么？不干不净的画头，抖来抖去。哦，一个一个小摊贩，嗯，可是这样那个空间不太大，好像我们花路的那个路标了。啊，因为我们吃火鸡肉饭。哦，那我聪明啊。根据我的手表显示呢，我睡得还不错哎，它可以进行我的睡眠分析，给予评分与建议来改善我的睡眠品质。哎，那这样还不错哎，之后借我戴一下，因为我昨天睡不太好，想知道一下。它还可以分析身体组成功能，资源心电图、血压 App， 还可以监测睡眠。嗯，我也睡得不好，我这个防御值大呼。在附近哎。开车三分钟，是万恶的星期。对啊，今天是礼拜一耶。附带的好美女航空，这为什么会走到这边来啊？真的吗？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有十四趟景点，可是你看有别人的脚印啊，有没有回来的脚印？所以他原本可能很漂亮才会到那，然后现在退潮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都是垃圾，好多吃的，好多吃的，感觉都被鸟吃过了。哎，加油！这叫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什么？麻雀啊！上面那个一粒一粒的，我上次查
一个从台北来的人。对，然后呢，小冰全都是女生。哎，你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。刚刚你觉得他对男生比较跋扈，因为有99.9%他的人喜欢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已经买好了要回台北的票了。那你们喜欢这次的小旅行吗？让我们在镜头前面零到一百分，为这次的旅行打一个分数。好，三二一，六六。我觉得是有及格啦，但是就会觉得说想要去的行程就没办法去，被限制住很讨厌。哦，我是觉得这样子玩实在是太累了，而且我们昨天才能找到住宿，哎，光访问就访问了3-4个小时，不行，真的太累了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给到及格，因为我觉得心灵真的很疲劳，因为我很喜欢全权掌握所有行程的那种感觉。不过借由这次的这种旅行方式，我觉得才可以真的去到一些，例如说隐藏美食啊、隐藏景点那种比较小众又很赞的地方，所以还是有它自己的优点吧。那就谢谢这次 Samsung 的酷炫小伙伴们，陪我们合力度过这次的小旅行喽。趁现在推出教育优惠，提供学生不少商品优惠，手机、平板、屏幕9折优惠，耳机、手表7折优惠，学生可以趁开学前买起来。如果你是台大、台师大或是台科大的学生或教职员，可以是全台唯一的三星智慧馆台大校园店 Galaxy 系列商品享有教育优惠哟。那我们就准备回台北咯，耶 go！我就回到台北了。那嘉义有没有什么其实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去到的呢？欢迎下面的人告诉我们哦。喜欢我们的朋友们按下订阅，欢迎大家订阅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我想自力行饭。那我们现在来买高丽的家庭，高丽的家庭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买好了高。又高丽，高丽到底是谁？我们要不要把说？我们要不要把？我们要把今天说？我们今天啊？小马姐。你是天才小画家。那我爱小马。爱小马几？Galaxy Tab S 8有副 S 8 Plus， 来打起精神哦，打起精神哦，哎，打起精神哦，小包袱我拿走喽。你怎么NG？真的要说什么？500年前，你看一下我的头。一个饼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